手感，对吧？就是以前我们的挖矿机不是都要，就是直接比如说 B C 的挖矿机直接开下去，让慢慢挖嘛。Yep. 对啊，下面有什么就挖到什么。可是我玩的这个模组，它就是它是无中可以选择吗？它是无中生有的，无中生有。哦、就是意思说它一样挖，只不过是说它的东西是物品是随机产生的。对，它会根据你这个区块它会产生什么矿而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这个。哦哦铁砖哦，铁井，砖井。对，这个是用来探测这个区块有什么样的矿物。Yep. 哦，哎，他开始钻了吗？对，开始往下钻。他就是钻一个矿物的样本，有没有？采一个样本，然后等它上来100%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区块。哎呦哎呦哎，白白，你来看，它中间有东西要旋转。对啊，它在转哎，它不用电哦。要电啊，所以我旁边放着一个黑黑的这个哦，超立方体，哦、那是无线传输啦，这是无线传输，对，酷炫。所以每一个区块都会根据你地图的种子码来随机生成一种矿物，97，所以现在有写了，有铁脉矿完整度为100%，下面有铁矿脉，所以说，但是不代表下面真的有铁啊。比如说你在虚空世界好了，虚空世界什么方块都没有，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模组来挖矿。酷，我靠！对对对对，所以变成这是一种探索游戏，你要一直去找，找到有矿脉的那个区块，你才可以下锚挖矿。不然的话，所以它这边底下就有了。对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放挖矿机，我们就可以挖到这个铁矿脉。哎，它不旋转了，它因为它已经看完了。他侦测完了，那再来要怎么让他开始挖？接下来我要盖一个超难盖我也没盖过的挖矿机。哎呦哦，连五星都没有盖过，看起来好厉害，看起来非常慢慢盖，帅气。看看哦，你干嘛？它只是一只牛。呀呀呀！哎、欸，你那个不能伤呀！我还以为你不能伤害动物哎、欸。没有啦，拔刀剑的技能没办法伤害动物。你这没良心的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山上好像有一栋房子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有吗？哦、那是村庄模组的吧？哦，那对，那是村庄模组、哦。只有一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，你进去看一下，他有，他可能会卖东西。哎呦，想做生意？哦、有他，他他说过马尔瓦西亚酒、面包跟小麦，然后他卖生羊肉跟羊乳酪，好吧。我们出售羊毛、羊乳酪，我们出售晶圆排泄物啊，一斤2000。广告就要打说，你还在为你的未来担心吗？别忘了，世界是会灭亡的，赶快来买吧。赶快来买一斤2000，当世界灭亡，你就可以获得救赎。我刚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哪知道？世界灭亡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就需要某一个人的那个来帮助大家来获取食物。好恶心，我觉得我宁愿另找方法，真的，我宁愿另找方法。没有，搞不好最核心的条件也是要从我那一些东西去那萃取哦。萃取哦，对对对，够了，受不了，恶心死了！到哎呦，悟星，这什么名堂？这个是那个东西叫挖掘机啦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现实世界当中那种露天式的采矿场，然后有一台很大的机器在那边一直捞泥土？哦，没有，没见过。可是我看过很多种的。这个话比较接近那种，就是反正盖出来就知道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只看过有那个有人苏联的一个纪录片，他就是把那个用钻矿井，然后钻的地非常深，然后据说还在里面录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哎呦，哦，要进入啊，他们那个标，他们标题是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挖钻矿井就是挖到来自地狱的声音。
哇、wow. 然后确实哦，然后他的纪录片就是说他们有把那一段录出来，然后就很像是就是很多人然后被丢到那个火屋里面，然后被烧焚烧那种尖叫，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焚烧的那种感觉。确定不是那种开趴然后就很嗨那种感觉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尖叫声啊，然后还有那个音乐里面嘟嘟嘟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有没有听到大地上面重低音什么的？因为之前录到什么怪声音？没有好不好？人家那个是很叫很凄厉，好不好？嗨也是会叫得很凄厉啊，也许是没有是同一个意思，是这样子啊，难听死了，嘎嘎嘎嘎，叫到叫到咳嗽，嘎嘎嘎嘎嘎嘎，这样啊。好奇啊，他到底变怎样呢？对啊，啊，花时间盖啊，而且这个如果盖错一个的话，就要重新检查啊，真的假的？轻机器方块，所以我有个放错吗？我发觉现在很多模组就是很喜欢用那方块，然后拼一拼，然后变成一个东西这样。对啊，用多方块结构，帅。Multi block， 母体布拉克。母体布拉克，为什么要讲这样？哎、啊，音译嘛，音译嘛，音欢中嘛，对啊，母体布拉克，音译呢？耶、yep. ，音译刚好，外音译母体布拉克，拉，举杯，母体布拉。第二层的话是三个轻晶体方块。三个青金席，青金席，有了青机器方块，青金席，青金席，清真寺，青金席，啊，在这边乱念一通，哎，又要迈入黑夜了。刚青金席方块，哎、欸，它已经自动帮我摆好啊，不对，有吗？没有，因为那是另外一个结构的，它刚好并在一块了。现在很多模组走向都是这一种多方块的，酷炫又花材料，让你需要准备很久才可以做出来。呀，看一下哦，再来是钢块跟两个重方块，好像有一点看得出来了。哦、oh, ，钢块。它中间那个部分是不是会转啊？对啊，就是挖掘嘛。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个是钢，哎，钢块。哟，干嘛啦，白？什么事啦？没有啊。什么事？你知道悟星讲的钢块跟你讲的钢块那个意思真的是差的天差地远。是吗？有啊，有差。钢块哦。然后让我念。钢块有啊，你念起来就很恶心啊！为什么我念起来钢块就钢块嘛？我念起来为什么很恶心？啊，听起来就有差、啊。我要在这部影片做一个右边的调查，请问你觉得哪一个人念钢块呢？听起来比较恶烂？然后投票这样吗？对，钢块而已啊，这又没什么，怪怪的，怪的，看起来快完成吧？好，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。不行，你讲插座。插座，他换我插座。有差有差，真的差很多。嗯，天啊！我不信。真的啦。哦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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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、哎，我看。哎呦哎、欸，它合体了。啊，然后呢？它叫挖掘机。挖掘机。哦。这一整台都是吗？然、啊、后中间那个没有变化，所以我中间的要去哪一点它？对啊，中间那个，哎呦，它敲掉一块就变成那个了，就变回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可以用重力枪吸吗？可以啊，一整台。看看啊，我中间是有盖错啊。拜拜，你吸看看，我的重力枪在哪？我不是有给你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好像放进，你放哪去了你 ？Let me find, let me find my。
李碧儿秀下线。什么什么秀下线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倒放两个，难怪。欸，有烤肉串了，为什么有？肉串，烤肉串啊！哎哎，白，你看这个，哎，有哎，好酷哦！水车，对，可以坐在上面摩天轮，摩天轮。哎，我要站那个位置。好了，转发五星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可以启动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把发电机放这边。哦哦，但我不会转啊。对啊，我没有被转进去。当然不会啊。它是拿来挖矿的，但是你仔细看，欸，真的耶，超帅的！你看它泥土变了一堆耶。那它怎么往挖到下？欸，它真的也没有装东西耶。对啊。那它怎么往下挖？它挖到东西会从后面喷出来，会从屁股这边喷出来啊。哦，有。啊，那倒去哪里啊？哦，从这个洞啊，这个洞喷出来啊。欸欸，你贴上面一点，然后感觉像就是你屁股在大便。好，在上面一点，在上面一点。好好，有了有了，有你大便在自己裤子上，欸，而且你还挖到铁。I shit my pants。铁出现了。那他怎么挖到铁的？他是往下吗？没有，他其实不会往下挖，他就是无中生有。哦，无中生有的啦，只是说他那个矿脉这样生成，只是看起来帅气。我以为他真的会掉下去慢慢挖，他现在半浮在半空中，看起来有点特别。哎，爸，你看这一台机器在拉矿，他浮在半空中有点怪怪的。我正常来讲，旁边我不知道要怎么回你，我愣了很久。你说铁啊？啊，铁有啊有啊，我拿到铁了，我也拿到了。那最多可以挖什么？可以挖钻石吗？哎，要根据矿脉而定。哦，啊，那他有钻石，他有钻石卖吗？有钻石、黄金，其实你想到什么都可以挖了。但是那如果他只有判别到铁，他不就只能挖铁？对，它的矿脉种类下面又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小矿，像是这个标示着铁矿床，它可以挖到锡，可以挖到亚铁，可以挖到铁。哦，哇，都那像钻石的话是要去挖那个碳矿，就是煤炭的矿脉可以挖到钻石、绿宝石跟煤炭。哦，瘦嘎，好酷哦，它会旋转呢。所以悟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个东西去承载他们那一些这台机器的产物？可以啊，我之后可能再放一个操控键。漏斗它会吃吗？会啊，它这个东西是直接喷出来的，所以下面直接接一个东西也可以。漏斗它会直接吃掉也会吗？对，或者是我看能不能摆个箱子。哎呀，你摆个箱子放个漏斗，你堵住它了。然后东西就进去了。哦哦，你知道这个长得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我 FB 之前出现过一个广告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有够蠢的。狗狗大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蹲着？然后他就在后面装了一圈东西，然后他就号称说，你只要有随便一个塑胶袋，我们可以把那个塑胶袋呢，直接就套在你的那个狗狗的屁屁，然后他大便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便便搭进去那个袋子里面。我好像有看过，但我忘记了。然后很好笑的是，你就会看到那狗狗蹲下来大便的时候，那个便便就直接掉进那个塑胶袋里面，然后它就拖着那一袋大便在它屁股后面，大完便就掉在那后面一直走，然后主人就去把它拿下来说，嗯，真方便，咯咯咯咯咯，真方便。哦，天！我在看了，我就整个这什么设计啊，好恶心哦。他那个想法应该是参考纽西兰的。牛群吧，有吗？澳洲，他们牛群也会这样吗？因为他们牛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会在牛的屁股套一个袋子来，好像自动过滤他们放屁吧。哦，过滤他们放屁？放屁？那因为他们牛太多，放屁听说会制造那个温室效应。对吧，啊？因为屁里面有瓦斯啊。所以他们就是用了一个什么袋子套着，欸，去那边千万不能抽烟，我不会炸。哎，白，你看这个，哪个？哎呀，精英，它就一颗头，哎，有精英哎，
36天罡见证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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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又在修下线了，受不了。啊啊！你们是不是要去做个什么 IC2 的？啊，对啊，我要继续宅在家。头盔。我要打架。气气气！打架。